你开大灯，你大灯有开吗？我怎么知道大灯怎么开？大灯你是关掉了是不是？你要开到O头啊？大灯不是这边吗？不是啊，那个是欧洲车才是在那里。哦，是哦，妈妈的是在哪边？也是在这里啊，你又没开过妈妈的车。因为妈妈都叫我早上开啊，说我不用开灯啊。早上不用开灯嘛？快！你在那里会掉下来啊，可以啦，反正连电池一起飞下来，那就是开车太急耶，那就是技术不好。你有看到了吗？哎，有一个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对啊 ，A off 那一个，对。哦，你按下去会橘灯会亮哎。嗯，好啦，一直按。是哪一个？橘灯亮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亮就是启动，亮了就是关掉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哪一个？我看不到。这个就是现在你哔哔哔这个，你点它碰它一下，这样就关掉了。哦，再点它一下，你点的为什么你点啊？绿灯就是开启。哎，它不哔，哎，因为哦是这个样。出去左转右转，左转，现在这边左转。哦，这里叫出去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还是有点，可见你刚才没有调好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太躺了。你可以起来呀、啊。快要睡着了。你可以起来、啊。我平常开的太舒服了，人都会睡着。注意左边的柱子就好。说小心，他就不敢动了。他就妈妈在搞事情啊。对啊。善意的提醒。嗯，善意的。被你们念总比车子怎样？没。你可以提醒啊。我在停车场打方向灯。要右转。他想要冲撞我，右转，对，还没到，不是这里，走到底，哇塞，是乌龟车。想要走左边还是右边呢？都可以。那我走中间哦。不行。那我走左边好了。走中间你就要。左边感觉可以绕比较大。你可能要拿很多钱出来。一要修它，二还要修我们的车。对哦。不会这样考这些哦，才没有嘞，就是在马路上都没有动车的地方开的，是的，没错。你也可以去什么忠孝东路驾训班，然后全部都是车子这样。所以出去是直走啊？我们要走忠孝东路是吗？不用。还是走哪里？我们是走信义路吗？对。啊？走信义路出去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是信义路？啊，他说禁止左转信义路，你就直走，叫我走你就直走。好啊，我直走。你先停在路边一下，先不要开下去哦。不要开，因为这边下去右边是右转的。哇，那我还停在右转车。已经定位完成。先不要下去。那我要打什么灯？你先停着。嗯。然后绿灯了，你再打左转灯出去。打左转灯。老公，你带就好。嗯，绿灯的时候再开出去。直走左转，对不对？对，直走之后下一个路绿灯，
左转，如果要靠左边，你就是哎，它那里只有一个车道，不是吗？对，所以哦，对，但是我出去是左转，右转车道，哎，没关系，总比你车道绿灯了吗？更恐怖的车道。下一步，前面红灯左转，红灯左转是第一。开到最外车道。左转之后靠右边，要右转。啊，再讲一次，左转之后靠最右。这里要左转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红灯左转。对啊，哎，这里红灯左转。左转之后，之后靠右边，你要右转，就是绕外面嘛。对，嗯、要绕这么大圈的，是不是？看来你的刹车太冷了，需要热车一下。嗯嗯嗯。哇，这么黑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么黑是什么都看不到。回去再看。还会飞出去。